现在我们已经从这个大门进来了，可以看到这些建筑材料，这都是中世纪式的。哇，这个门很漂亮，多精致啊！先到这个后院来瞧一眼。非常有特色，非常有特色。这种好像是，我记得以前在纽约看的时候说是法式的，但这个还有待证实一下。它这个完全是四方对称的，可以看到，它这个院中院，这是从这儿就可以进来了。好，在这种鹅卵石这种地方走一走，想象一下中世纪的时候，在这里面这些修道院的这个修女也好，还是这男的叫什么都不知道，应该是没有外面这些噪音，汽车的噪音，在这里头应该是挺仙的吧。今天因为它不是这个祈祷日，所以呢它都没有，其他部分没有开放，但是呢这个地方还是里面有修道士住在里面的。